他应该是看到微博误会了。没想到那场乌龙照还有后续呢。你生气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有点好笑。对不起啊，打扰你的生活了。没事了，就是长辈误会而已。我们只要回去解释清楚就好了。更何况，我们心里又没有鬼，对不对？ 如果我心里有呢？你说什么？楚言，我喜欢你。 门开了。啊，好啊。想证明你。